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说，这一世代是一邪恶的世代，他要求征兆，除了若纳的征兆外，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，因为有如若纳为尼尼微人是个征兆，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。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，将同这一代人起来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未听萨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比萨罗满更大的。尼尼微人在审判时，将同这一代人起来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因了若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比若纳更大的。